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，我比较强调什么？各位在生活上去修行，千万不能说哦，我要去上课了，我又放弃我的生活，我一方面要读书，二方面要修家行，你把自己弄乱掉了。学佛只有一个压力，而没有一个自在快乐，好像我欠人家债，我要修多少，我要修多少，那这个法就入不了你的心。学佛不能有一点点压力，只有尽力，不能有一点点压力，只有一种承担众生的责任，而且是当下的，不能等着说等我以后再来承担众生的，那是错了。虽然我们体力能力有限，但我们心力无限，我的内心现在就在承担了，就在为对方而努力了。念阿弥陀佛跟修无上一切是平等的，没有差的。你千万不要把说这个仪轨比较高，那个仪轨比较低。啊，不能有那个看不起的想法。我喜欢论，不喜欢经典。啊，经典要看，论也要看，咒也可以修，佛号也可以念，动机就好了。就算你去缅甸、斯里兰卡，他们修解脱道，但是我是用大菩提心来打坐，那个就是菩萨道，来思维众生的苦，来解决众生的无明贪爱，这样而已。因为你用的动机不一样，结果不一样，外表是一样的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佛跟凡夫做的事情都一样，但是因为心态不一样，所以善良为基本，善良就是不会害人呢，还会替别人想，慈悲还主动给人快乐，就近帮他离苦，以这个善良慈悲的动机，引导我们的身体、语言、行为去照做，那这就是修行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就会带来幸福安乐。但是自己一懒惰，一抱怨，一看不起对方，赶快阿弥陀佛，赶快净化自己。你千万不要说：“哎呦，流浪人这么脏，惨了！”你回去以后，你家的婴儿3天了，弄大小便一大堆，因为你感召来的。不要看不起穷人，不要看不起病人，不要看不起理念跟你不一样的人。啊，因为你看不起对方，就是在看不起自己，你也会被看不起。你很尊敬对方，你就会被尊敬，就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故意去磨练你自己，啊，所以善良、慈悲，你修什么宗教都没关系。别人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很善良，对了，这个人很慈悲，对了，但是千万不要用金钱用各种的跟人家不一样的能力，想要来赢过别人，覆盖住自己的缺点，那个就更显现你的缺点。我想，各位就像一个女孩子啊，如果她太在乎外表啊，有时候很多修行她就脱离了她的主题。但是如果你开始说，我现在很注重善良慈悲。然后那时候别人就说：“哎，你越来越庄严，我又没化妆，不一样就不一样。”啊，因为你要了解，原来佛法是如此。一种外表的造作，我特别穿什么衣服，我特别怎么样，或是男人我特别穿这套衣服，然后呢很虚伪的去穿的某一件或是一个头发的样子，我会觉得他很，这个人很虚。啊，很不实在，但是他们就活在这种虚伪的状态，他也很痛苦。那我们学佛的，就是坦然的面对自己。最美的是心态，不是外表，不是身材。三宝要你胖，你就胖一点；三宝要你瘦，你就瘦一点，因为有用途的，有用途的。啊，所以有一个菩萨，我去他家拜。老师，我拜弥勒菩萨，我去拜。哎，你家弥勒菩萨怎么瘦瘦的？我喜欢那一种的。哦，你不喜欢中国那一种？哦，对对，那太胖。万一我跟他一样胖，啊，那这个叫着相。为什么着相？因为有性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从那边去检讨。所以各位最好把自己认为说，我已经是80岁了，90岁了。我这辈子最尊敬一个，念下来。施食老人，我就观想我是他。那个施食老人，他就一个人在森林里面喂鱼啊、喂鹤啊、喂那些小鸟啊，要做甘露啊。他每天就在这样做而已。
啊，他老到整个脸都看不见了，只有胡须嘛。但是多美啊，多庄严啊！那各位一定要让自己这样去做，因为我们要带给别人是一种超越金钱、外表、地位的快乐。哦，如果说你显示很漂亮、很高、很有钱、很出名，这才叫成功，那你带别人带不好的路，让别人说这，所以各位你到国外来，不要学到国外的缺点啊。你最好穿个旗袍在路上走来走去啊，保守又包脚，啊，出家人就是做这个模范，保守又包脚，啊，所以当然他们的优点我们要学，但是我们华人的特点要让他们看到，这叫互相帮忙，互相学习。所以，而且你要还有一点，我要建议，特别年轻人。来到这边要融入于这个社会的佛法，不是把你家乡的佛法带到这边来用，不是把民族性的佛法用到外国人身上，大错特错。啊，他们有他们的方法，简单容易，微笑唱唱跳跳，无所谓啊。哪天你要往生阿弥陀佛，我们像拉丁舞一样送他去极乐世界。干嘛哭？因为本来他就要去极乐世界啊，所以我是这样，我带人家往生净土，这个没问题，OK，死了 OK，现在要去了这样。一般人说，他怎么会这样死？他怎么会这样死？这样呢？你是要让他下地狱吗？啊，你一直重复他死亡的痛苦，他不需要放下，现在要去极乐世界，OK 了，OK 了，羡慕你啊！阿弥陀佛，不可思议，佛号不可思议。所以你要这样子，因为这个才是慈悲，让对方没有压力。所以各位，我想再大的痛苦，那个都无所谓，那是消业障，对不对？这个业也是空性的，心好比较重要。断手断脚，但是还有一颗慈悲心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要抓到重点，天天都有障碍，天天都有逆境，最快成佛。佛陀说难行道。这个难行道不是研究得很深，而是在生活的障碍里面去修行。啊，易行道，易成佛啊，那我天天念阿弥陀佛，观想回向极乐世界。但是在难行，故意在障碍里面这样修。所以，因为现在不能把它弄得太复杂，尤其各位在西方社会，各位你要说你到欧美来，特别到荷兰，你对这个国家有责任。你过去做过欧美的人，做过当地的人，所以你必须回到这边来，来干嘛？不是来跟他们学赚钱盖房子吧？啊，是要把我们的中华文化，特别把佛教的精髓布施给他们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，那你要用他们的方法，所以要突破自己啊。所以，所谓修行是点滴的功夫，吃饭、走路、写字。你都要一笔一画，就像我以前在写牌位，我师傅说：“哎，写慢一点，写工整一点，对死的人你都写那么难看。”我讲，你让他快乐一点，一笔一画把他的名字写得很庄严，对不对？每一笔一画都为他在阿弥陀佛，写完就超度。啊，那你要一笔一画，所以帮他取名字的时候就在说法。我每次写牌位，我都会取法号。啊，这个人陈阿表往生，我就想，你的名字叫善广，哦，愿你的善良广大铺，这样啊，我已经在为他说法了。写完以后啊，愿得自在生净土，我还特别让你写一下，那我就完成我的作业了。所以有时候叫写即解脱，因为你要用一个好的动机。那这个人是外国人，我连看报纸我都会写，这个人死掉了，这个人跳楼了。那天有一位美国的妈妈载了四个小孩，故意开车去撞大卡车，结果四个人当场死掉，一个小孩子送医院才死掉。问题是吓坏那个司机，那个大卡车司机就开得好好的，他就冲到他，所以卡车司机外国人赶快跳下来，赶快送这个还在呼吸呢，哇，赶快送他去医院，
结果也死在医院，他很伤心，他非常非常的伤心。那我就了解，这一定有因果。但是我首先要跟那个太太，跟他安慰，然后呢，跟小朋友安慰，我要跟他讲话，因为我也做过人家先生了，那太太要听什么，我要跟他讲。所以为了这个，对往生者我们要超度，对活的人我们要不断的回向。因为如果这个业没有过去，下辈子又继续重复。现在你撞我，下辈子换我撞你。这一次你带我去死，下辈子我带你去死，这样啊。啊，特别自杀要7次自杀，他就必须重复这个，所以不能随喜别人自杀。你要一定要负一点责任，赶快回向给他。你不能说看到一个自杀啊，他们自杀了就算了，不行，我回向给你，南无不动如来。愿观音菩萨、愿阿弥陀佛引导亡魂自杀者得生净土。我马上会帮他取个法号，外国人我也会给他取个法号，啊，所以愿他皈依三宝。所以你的内心里面，当然我讲这个，一般人不喜欢去面对这个，因为它是一个不好的灾难、痛苦，而且你去观想那个境界有一点痛苦，但是你要把它化为一个。转化他的不清净变成清净，他的身体残缺变成恢复，然后呢，他身体发光，因为我们把功德给他融入给他，然后阿弥陀佛来加持他，带他。事实上呢，无论如何，这个境界是在帮助你的心修行的，因为你在做的是佛的事情，圆满佛的愿力。所以各位报纸现在可以看到太多太多太多抗争也好啊。游行也好啊，暴动也好啊，甚至什么比赛也好，你都给它变成一种修行的助缘。比如说，你看到广场，哇，几万人在那边结集，你观想，哇，他们合起来在念阿弥陀佛，哇，拿个旗子都在转经幡呢。啊，你要一直把它变成他们的行为变成一种善业，但是不要去批评他们，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因缘。这不是你能够决定的，啊，所以国家之间、民族跟民族之间有它的特殊因缘，然后我们要接受这个因缘啊，养成习惯，活着就是帮助别人、随喜别人，啊，乃至讲一句话都好，安慰别人，那你自然就会赚钱啊。像各位做生意就是要赚钱嘛，那你要怎么做？那在门口撒撒米给鸟吃啊。一杯水作为水的布施啊，像各位，我刚刚教各位，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佛，对不对？消除恶业，六道清凉，鱼也要喝啊，无形众生啊，替他浴佛啊，供佛啊，都能做了。而且要替谁做？还要替你的客户做。你公司有10个人，那我念10遍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就是说，一直跟所有众生都结缘，希望他更好。那你就已经种下了福报的因，但是修福报还不执着福报，这个福报回向法界众生，这个福报回向成佛，那这个就变成波罗蜜了，变成成佛的功德。但是各位千万不要浪费时间，千万不要说我喜欢荷兰安安静静的，一个月做2件事就好，你最好一个月一天做5件事，做8件事。像我们去葡萄牙、西班牙，说师傅这边不一样哈。我们中国人呢，一天做3件，他们是3天做1件，不要太赶。我说这样也不错啊，这样生活一定很快乐啊。那么多钱干嘛？啊，因为葡萄牙听说比较没钱，但是我发觉他们生活得很快乐，很自在。啊，急什么？该急的是什么？不该急的是什么？啊，当然，但是修福报，那我们就要一天做10件，做8件，啊，不断的去帮助。所以我在这边希望各位多喂鸭子，多喂水里面的鱼，多喂空中的海鸥，多喂草里面的蚂蚁，啊，多为他们念佛持咒，给所有荷兰、欧洲的人事物。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有冤亲债主，所以每次你走到哪里，默默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希望他们身上冤亲债主离苦得乐。我有时候会跑到书店呢，所有的书都给他。开光都变成佛经，对吧？啊，所有的食物都给它念，化为甘露。所以他卖肉，先给他超度，然后呢，超度以后再给他化为甘露，希望他们吃着这个肉，